Gawas 是一种祝福，我们眼前呢、有一股力量默默地守护着我们。无神之地不下雨，最新预告曝光，还未开播就先被卡斯吸引啦。由曾志乔、傅孟柏、柯佳嬿、郑元畅、颜玉玲携手主演的末日爱情影集，即将在八大电视开播啦。原本的因果秩序不应该是这样的，却因为某一个人而完全改变。这么多年了，照理说对人类的生离死别应该是很习惯的，不是吗？你爱上他了吗？我不会放过跟那个人有关的一切。神，将离去。从此无风无雨。除了演员阵容坚强，就连原声带都抢先曝光。这回孙盛熙、陈零九是继《想见你》以后再度与三凤合作，想必这次加上秋风组的强强联手，真的让人更期待这部剧了。神的眼泪落成滂沱大雨，为你撑起世界，直到末日来临。八大采访组整理报道。